我吧，什么加速器啊？수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坑我，70多。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靠，80多。抠脚啊！这抠脚啊！有延迟，不过我上把那么卡都赢了。미니언들이 산성되었습니다. 这啥意思？九筒还好，九筒还好，不像黄子。黄子延时的话，那个 EQ 很难中，但九筒就还可以。上路不见，看一下线路，现在换不了了，我们只能这么打了，来不及了。欢迎 Pop 少，待命儿少来到直播间，抽奖狂魔来了，赶快来开个奖，中奖狂魔。我们开一个大红包啊！1888块，来一个。可以，这个延迟打起来真的很难受。在中，可以的呀，不亏的了，不亏的，不亏的。没啥，就给你一套。哎，我又来了，想不到吧？哎。打我！我牛逼！哎，就保你一波是舒服，没别的意思。我知道我杀不了。狂魔二胎，马上来！我来了，这波小兵有点多啊，有视野啊。还让我抓，我感觉他在忽悠我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有眼睛，不能抓啊，哥们儿，很明显知道我在，抓不了，抓不了。
红泡芙是假的，是假的哦。啊！帮你推波线，快！来，不踩他，他死了。哦，这都行吗？完了，看你的了，兄弟，他没普盾，他没被动，可以双杀，双杀了。哎呀，被晕住。哎哎哎，不行，又闪赚，可以不亏，这波很赚，说实话很赚。这波很赚，一环一夜，搞个助攻，主要诺手舒服了呀，诺手舒服我就舒服了呀。他来的时候，他以为这么行，我就跑。他正在打大鸟，等他大鸟打完，他发现什么都没了。哎，没事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不会吧？真的是黄雀在后，差一点也死了，还好我留了个爆炸果实，漂亮，帮我复仇，我就是炮灰，亏了我留个爆炸果实，爆炸果实撤退的，不行，再打一波，钱不够。这个回声还是要把它出，刷野快多了。OK， 我来了，虽然我血不多，但我可以贡献一个惩戒。不太需要我，好，回家，太延迟了，我的细节体现不出来。我们这波抓包下吃一条龙啊，在抓之前先把这野怪，这扎克只有五级，崩得很惨，崩得很惨，可以往我这边跑，这扎克要吃大鸟，他跳过去了，他又没了，
我 E 歪了，你知道吗？我 E 歪了，我没办法，我不得不交个闪现，不然上不了的。我跟他岔开了，但是我们强制的改变了我的匹配区域，多帅啊！五虎统王还是强的呀。这波控峡谷，哎，峡谷控。感觉有点来不及，救不了了，救不了了。啊！啊，可以打我！这么凶的吗？我觉得他救不了了呀！他怎么给了我个 surprise？我得找机会把这峡谷给偷了，杀他一波上，好像问题不大，可以偷了，差不多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推波下了。最后三十秒，看这波红包是不是能被邵老板强行吃掉？抽奖狂魔。我发给邵老板红包已经 N 多次了，哈哈，啊，没拿到。江西低调奢华，恭喜！好，找机会偷一波，然后开个箱，好像不太可能，把他炉先偷掉。好，上了。马上闪好，不行不行，上不了上不了。哎，你嚣张啊！冷酷狙击你敢放？哦哦哦哦哦，太痛了太痛了！哎，上路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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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上路来了，怎么说？有没有角度？有没有角度？好漂亮，太漂亮，爆杀！给你个保龄球，给你个炸回来，保龄球，反手递过去，再回来。嗯，行，直接结束了，可以。